チャッケル。ギャル。ジャズ。各位学员，大家平安。真欢喜看到即马遮侪人拢会知讲，咱台湾一个政府伫要起，伫要来产生。我毋忙今仔日，我会当甲大家来分享，就是讲，咱是毋是爱开始来思考讲，咱无偌久的将来，咱要来执政，要咱来换到即个政权。我相信这是真要紧的代志，毋是讲用着最侪的办法，毋是讲用着古早真侪伫砖头所想的办法来接近咱的政权，因为咱爱将咱家己当期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伫咱台湾造成偌济偌济，予咱头壳内底拢袂清楚的物件。咱来先甲伊去除。准讲这个物件若无甲提掉的时阵，我相信阁无偌久。我无期待讲，真无愿意看到讲有一日，你敢知哪一个国家成立了上届第几间，这个总统起来无偌久啊就倒去啊？你敢知啥物人？虽然这个人跟咱无关系，也毋过这个人伫咱厝边尔。迄个人叫做啥物？叫做袁世凯，对。我想要来讲这个物件，就是讲，咱拄开始，袁世凯伊原底伊是一个一直战争原来真厉害的一个元帅，伊领导的部队开始一步一步对着清朝的兵安尼一步一步个占领，也毋过这个人失败，你敢知影袁世凯伊的失败点伫倒位？伊自大，这是伊的致命伤吼。然后，过一点就是，伊认为讲，伊就是爱用家己的方法。我伫遮先开始吼。来讲到讲，伫清朝，伊是即体政权是安怎倒去的？咱敢来看清朝，伊毋是腐败，伊是不但腐败以外，乱到是足乱乱的时阵，伊是安怎倒去？这是无意中的，因为中国清朝的时代，因伊的政权已经实在是用要无法度。我都退掉了，但是因用因的办法，伊想讲国家若无钱，安尼咱会使开始甲卖足济物件甲卖掉。第一，清朝伊所卖出的物件，第一项就是铁路。伊开始开放铁路，予足济国营企吼国营的事业开始开放，予足济人去民间来经营。你敢知民间经营了后，赚足侪钱，但是伫赚真侪钱当中，伊怎变作讲，我要将铁路要甲收倒转来？因为伊认为这个铁路原底就是国家的，伊算国民国家，伊是叫做皇帝，所以皇帝伊根本无想着讲百姓安那过日子。你若看到清朝的历史内底，因的皇帝每一位为开始一代一代安尼一直落来时阵，你甲因看到讲因是虾米款，敢若凶杀尔。那只要皇帝一个换过一个，就是死差不多将近要40万人。这40万的数字是何等的恐怖！准讲你若无死，会变作讲。防斗争嘛，斗争啊死。所以今仔日伫咱这个心灵的教育内底，真要紧就是要甲咱大家知影，看到别人的错误，咱免来去改变。中国伊拄开始是认为讲，我从铁路，我用我的办法，和经济，我开始对人民开始收刮真侪钱，我对人民开始讲，拄开始我要甲恁 BOT 案，
要甲你投资，要甲你做生意。要过等到有一日趁钱的时阵，政府无钱，伊怎啊甲伊收倒来，引起了铁路的风波。伫四川迄个所在，咱敢知讲这个风波引起了后无偌久，中国安那倒去？中国就是怎啊开始？无偌久了后，即个经营者唔甘愿，这嘛真趣味哦。经营者开始去用钱买足侪穿，但是伊唔敢开穿。当伊唔敢开穿，伊想讲这穿到底要哪用？啊，毋过开始大家准备穿鞋条的时阵，穿条的兵安尼一直挖来，一步一步一直挖来。这些人看到穿遮侪，面这些人看到兵啊侪，结果开始皮皮穿的时阵。一个人无注意，怎啊甲掉一枪，嘣！啊，结果大家想讲会使开枪啊，就甲弹落去。结果这个政府怎倒去？无意中怎倒去？你看这种政府有烂，有够烂。但是当咱咧看到这个时阵，佫第二届是因为这个袁世凯，伊开始做着皇帝了，伊想讲我袂做，我袂去做迄种。军头就好，我要做中华民国的什么物件？皇帝，伊想要做大总统，但是伊做的时阵，是安怎伊才开始这个念头？因为伊拄开始，伊也无这个意念，伊认为讲我只要甲军队掌握好势就好。啊，毋过有一日，伊的部下开始咧捧一碗苏麻茶杯，互啉的当中。无细日跋倒，你知影伊军法处理这个兵啊是啥物款死刑，一定会去拍死。但是这个阿兵哥，我那真牛啊！这伫中国训练出来，好厉害。伊怎甲伊讲？袁大将军，我甲你讲，我今仔跋倒有原因呢。伊讲是安怎？因为吼，我咧捧。这给你啉的时阵，我看到你在睏，结果我一入门打入去，才看见讲，哇，原来一尾什么底下龙啊！对对对，伊讲我看一尾龙倒伫眠床，我踹一条，所以我才惊一个，唔敢，佮螃蟹才吃倒去。可见你有甚物命？皇帝命，袁世凯就怎失败去？伊认为伊皇帝命开始了后，伊认为安尼讲毛道理哦，天意开始经营，为皇帝方向开始去经营，伊有要照顾百姓嘛无？伊干那一点开始爱钱，将济济钱，甲地都家己落地啊，发行家己的银票，发行家己种种会当得到利益的物件，啊，结果做几工，七十工。啊，就倒去啊！啊，倒去了后，又一个人，又较未见效。迄个人叫做孙文。这个孙文，伊要倒，因为我讲实在吼，孙文伫阮囡仔时阵，我阿公就甲我讲，孙文住伫倒落。伊是孙文，人拢讲中华民国拢叫做国父吼，国父。啊，因为伊个。政绩是啥物？伊无政绩。我讲孙文规世人，敢若会晓做两件代志：第一开钱，第二开小姐俩。就敢若看到迄女人吼，啊若较水个，啊就逐工伫遐想，逐工伫遐想，想讲变哪来甲伊做伙。啊，逐工看伊披衫，逐工看伊安尼出出入入，迄个人结果嘛甲娶到，迄个人叫做宋庆龄。当伊做某时阵，孙文，我真歹讲迄个字吼，因为伊绝对毋是啥物国父。孙文这个人有一个真大遗憾，当甲伊死去的时阵，伊也毋知伊家己做着国父。伊个国父是安那来？是一个叫做蒋先生甲伊封的。所以伫台湾这个体制内底，咱毋知去思考着无？中华民国一来到咱遮，拢总无甲咱讲个清楚，是军队一入来，
送你两项物件。第一个就是送你阿爸，叫做孙文。第二个佫无要紧，佫连阿公都教你。两个送下来咱家时阵，咱到底这一个是阿爸，一个佫阿公。哇、哦哎，这两个人。地数甲咱全部全部变成啥款？甲今仔日咱唔知咱家己虾米人，所以今仔日民政府、该台湾政府，相当我冒真侪期待，期待讲咱这个人千万千万唔通打到清朝，一开始要换政权迄个当中，七十天就倒去，这是足悲哀的代志，所以。咱看到这个时阵，咱敢知影讲，有一个国家永远袂阁倒去，无容易阁倒去。你敢知倒一个？伫全世界吼，我甲思考过，大家拢讲美国，其实伊国家即阵建国差不多200年，200至300，伊敢无倒一天，真歹讲，因为未来还袂到位。啊，无英国。英国自古早古早就拢一定大英帝国，甲即阵有改变无改变，可能英国嘛袂倒去，但是未来代志也毋敢讲。啊，毋过有一个特别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做啥物物件？将来拢总无一个国家、哦，全世界也无哦。第一个倒去，佫爬起来，这个国家叫做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伊拄开始，尤其佫倒偌久，伊伫西元前差不多500年的时阵，去予巴比伦佮拍掉，结果全无去。人类学家讲，一个民族啊，超过500年啦，无佫起来，这个民族就无去啊。但是，伊经过几年，经过2500年，1947年，以色列重新建国。这是世界奇迹，因为全世界也无一个国家倒去阁爬起来。巴比伦倒去就倒去啊，埃及无去就无去啊，真侪国家拢无去啊，无去就无阁爬起来。也毋过，这个以色列今仔日就是咱来去学习着以色列是安怎，伊无去的当中，伊阁重新站起来。我相信，因这个国家要阁倒去是无简单啊。因为因倒过一届，未阁再倒第二届。咱台湾甲看到即阵来，大家拢还阁是认为咱是中华民国的头壳，家己啥物人拢总毋知影。也毋过，伫遮我先来讲着，甲咱大家分享着讲，以色列这个国家伊是安怎会当无去？伊无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伊的百姓。开始晃动，伊个百姓认为开始感觉讲，人甲人之间，只要我若好就好。你若看到犹太人特别优秀，犹太人哦，伫2500年前，因是赚全世界钱，因是全世界上界有经济头脑，有这个单位的头脑，有这个重量度量衡的头脑，开始就是对人家开始。犹太人，而且你该做生意，因是非常非常，你安那该拼条件，你就是输伊。伊真敖做生意，也毋过，当因赚到钱了后，心情开始晃动，开始对着这个物件开始无去。因感觉讲，咱以色列，阮大家人拢总是有钱人，咱敢着阁买武器？唔免，因为我用钱就要来解决，以色列就失败伫遮。以色列想讲，我物质我逐项拢有啊，我若要做生意，无一个国家敢甲我相抢，因为我的办法非常的好，全世界无人抢生意抢会赢的，甚至伊认为讲以色列，伊最最土地开始去去共侵占别人的，你若看到犹太人的性情吼。因真够做一件代志，就是讲去到这个所在经营了后，啊，就甲经营做一个啥物件，变作因的农场。因拢用钱去买土地，啊来正做家己的
无偌久，即块土地就成做伊个，真侪人拢叫怪去，无人觉醒。伊认为讲，即比国家较好用，甚至国家要改讲条件的时阵，嘛爱甲讲，你遮侪钱，你敢会当？吼、哦，即块土地拨来互阮创啥物货？连国家的政权都爱去甲伊参详。所以常常以色列常常甲阿拉伯这个国家两个人就是不知是怎样就常常在冤家，常常在修正，因为常常受到欺负。但不过你甲看到讲是怎样以色列，因为因放荡了后，结果去予巴比伦甲灭掉，因的人四散伫各地，伫这个当中。因拢总经过将近2500年，开始每一年第一年，因从掠去做奴才，一直做去用拍。每一届因所赚到的钱，你敢知以色列人、犹太人都开始国家无去了后，因所有全世界拢甲叫来做啥物物件？做奴才，毋是迄种普通奴才，是高级奴才哦。高级奴才唔免做工课，伊是去做着君王隔壁的参谋。参谋，即君王甲讲，你替我做生意就好。你敢知讲犹太人伫足济国家，伫即个俄罗斯的帝国嘛有，伫即个埃及的帝国，足细世界只要你伊若权有势国家，当中有犹太人，伊咧替做啥？开始咧做工课，而且伊毋是。伊毋是做迄种粗重工课，是专门咧替即个国家的元首，即个国家咧趁钱。所以有个人开始讲着讲，你若用着犹太人，即个国家经济绝对好，像美国即马共款，因足济经济学家拢是犹太人，真奇怪。也毋过，那我捌想过即个问题。准讲，我若去予请做一个真优秀的一个参谋，我若来开始一个月赚真侪钱的时阵，啊无国家有国家会要紧无？可能无要紧，可能会想讲，我伫遮真好啊，我伫遮吼，哦，迄王嘛真尊重我，啊，我就只要替伊赚大钱都好，管他伊说的要得咧，歹得咧，甲我拢无关系。严格当犹太人，每一遍赚真济钱的时阵，伊就开始去想着讲，假使讲我所赚的钱来当放伫我家己所建立的国家，唔知要偌好。因开始有这个想法，所以因开始一直赚钱当中，伊嘛去思考，你一届主人若看到伊赚真济钱的时阵。伊嘛是甲伊讲啥？甲伊讲，来，你要啥条件，我拢会当应付你。只是你袂使有国家，因为你若家己成立国家，我都免趁钱啊。所以犹太人常常就是在替人趁足济钱，足济钱。也毋过，虽然生活真好，但是伫因的心内底却是空虚。因感觉讲趁骨较济，无国家。嘛是无效，所以一直到几年，一直到1947年建国吼，伫1940年迄个当中，用短短7年的时间，犹太人有一个记者叫做赫泽，一开始咧做记者的时阵，伊咧采访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的斟酌，伊感觉讲。伊看到全世界当中有犹太人咧替人做工课，替人咧做奴才。虽然伊个待遇是真好，也毋过伊拢总互当作奴才咧看。伊袂使家己个财产，只是你要食会当真好，你要穿买当真好，也毋过你袂使家己有家己个财产。因看到遮个时阵，这个赫泽。就是以色列真正的国父，这个赫泽是真正以色列的国父。一开始看到以色列民犹太人，
去用糟蹋啦。因为每一届，因若赚到钱，主人若给伊，准讲100万给伊时阵，主人若无欢喜，全甲抢倒来，讲歹势，即我的，我即我给你的，所以我会使甲你摕倒倒来。甚至犹太人去寄伫银行的钱，那犹太人开户寄入去，全无去，因为你无国家。当你的钱若寄入去用没收的时阵，我相信迄个心情唔知啥物款。好无简单，赚足济钱的时阵，怎甲摕去银行甲落入讲我要存款，啊开户用咱的名开了后，这个银行伊看到讲哦，你就是犹太人，所以伊甲你创啥没收。安尼你唔知欢喜未？我相信你袂欢喜。所以从迄个开始，因就渐渐，一直变作讲联络所有犹太人，尤其当犹太人特别徛起来时阵，因遐头家、因遐主人，都用想真济办法糟蹋以色列，将因的自尊，因想讲，咱只要把自尊给灭掉，犹太人都爬袂起来。所以犹太人当即开始，因为伊真够趁钱，佮欠钱落的动作，予主人去惊到。伊讲安尼，咱开始袂使对犹太人想好啊，因为若佮想好，有一日伊会爬起来咱的头壳顶。所以开始甲因剥夺，甲因剥削。啊，每一届做工课拢甲剥削，甚至对因的自尊开始侮辱，拢甲讲恁就是无国家，所以恁无才调。每一届若欠钱去用没收，还是讲伊买一块财产嘛去用没收的时阵，因敢若讲，咱若无家己的国家，无国家了后，真正无法度做工课。某一部分有的犹太人开始，嘛是开始怎放弃，想讲卖，即咱好好啊做奴才就好。但是这是少数，每一届因老人这种想法的时阵，都有人甲伊鼓励讲：“朋友啊，咱唔通有这个想法。”所以，伫2500年的当中，因拢有流传一个真好的交代，为祖先安尼一代一代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啥物？一直传，传到落尾，开始拢讲着讲，我要爱建国。老爸若做无到，看袂到，佮家己个囝讲讲，你爱记哩，你有一个真大使命感，就是你爱建国，予以色列颠倒徛起来，安尼一代一代一代一直传传2500年，这个赫哲看到去甲因调集个时阵，因首先开始清理着讲因个自尊，讲到这个自尊会真正害死人。当无国家，你无尊严，咱若行路就开始安尼，唔敢打头起来。这伫啥物时阵？这伫种种咱的生活内底，所以赫哲开始，伊用伊的财产甲卖卖掉，予大家人拢穿西装，穿甲真舒适，甚至伊的人格开始教育，每一工拢叫因遐的干部来一个。迄、那个会馆开始集合讨论，甚至因的国旗，那三星你敢知影？是迄块七岛顶的岛布，临时怎吊起来讲，即块做咱的国旗，确实是安尼。所以真侪历史学家来讲，我都将一块破布变作国旗。就是以色列，是还真伟大，是人的意志，让因有这个材料。所以当因建国了后，因看到每一届回想到过去，咱知讲以色列迄个犹太人的所在有一个真有名的观光圣地，就是哭墙。迄个哭墙，每一届伊若去防糟蹋，去防侮辱。因就倒来迄个围墙拍咧，开始哭。
靠了，因有一个种种的想法，拢甲因的神求讨，讲求神，我要一个国家。迄、那个迫切是非常非常的迫切。每一个人啊，去用糟蹋了后，伊就是倒来只求我要国家。安尼拢总经过几啊年，结果迄个围墙倒去的，迄、那个墙吼，就是迄墙壁本来只悬，迄目屎甲迄个围墙甲用目屎甲迄个围墙甲。甲迄个甲渗透到一条迄个风吹来怎倒去？用目屎甲一片墙甲敲甲，互伊断过。你想，迄爱敲偌济目屎？但是，因伫个国歌内底有一句话非常真好个警醒。伊讲，咱虽然拢出去流目屎、夜精子，也毋过今仔日咱欢喜收割。所以你若看到以色列的人，等于你唔好甲伊做生理，唔是讲唔好吼，爱特别细致，因为因的头壳确实是无简单。你若甲因讲话的当中无细致，伊就落入迄个陷阱。所以伊真做全世界经济学家，因训练足侪历史嘛，训练真侪侪经济学家吼，经济学家安尼开始。掌握整个全球的经济，包括最近你若看到美国的这个美金，是安怎美金拢一直袂落来？是安怎中国咱听到拢讲，哎呦，中国吼，美国欠中国足济钱的，所以渐渐中国唔再讲来执行我，啊，美国怎倒落去？哦，这就是咱今日要讲的吼。所以当以色列伊建国了后，咱一个警醒，咱嘛一个学习，咱今仔日台湾，甲因的情况是三餐像，拢总共款。今仔日咱嘛是无国家，咱凊彩摕一顶路边捡的，无我就甲滴了头壳，讲这顶就是我的，啊，佫上大顶上细顶嘛唔知，啊，就滴咧，啊，就讲哦，这顶就是永远就是咱的中国。倒去了后，中华民国流亡来到台湾，干那送咱两项，一个就是阿公，一个阿爸，干咱台湾人怎骗甲贵个？你所赚的钱拢总贵个，拢好悠悠去嘛，无要紧。要唔过回想转来，咱看到台湾今仔日的趋势，咱是爱烦恼，爱较紧甲因叫醒，讲台湾人。一灵魂都要精神，因为即马侪侪生理人拢讲做生理就好啊，卖管国家无国家无要紧。所以流传一句话叫做讲：商人无祖国，伊感觉讲啊，趁钱想要紧。这毋是干呐对只开始，这即马目前足侪家长、足侪爸爸妈妈。一开始咧教育囡仔时，拢甲伊讲：你读册要目的要创啥？趁钱，趁大钱啊！趁了愈济愈好。啊，若趁了上万，用乌的嘛无要紧。我住伫一个县长最近才出代志，我就是住伫迄个所在。真歹命，还佫住阮对面尔，有够衰。但是看伊去互收押，古早。足侪贪污的物件，伊用是讲我是一个县长，我的职权会当侮辱恁台湾人。但是你敢问讲，杜先生，请问你是啥物人？伊嘛真骄傲讲我是台湾人，啊，我是徛伫台湾，吼、哦，我是依附伫，我虽然是台湾人，但是我是变作中国狗，替你效命。当这个情形啊，一年一直过，实在讲诶，伊个建设伫倒位，毋是干那县长，包括阮大个镇长，你若去到阮遐，你拢会知阮个县长啥物人，镇长啥物人，是安怎讲？规家咯拢写伊个名，是安怎？那会遮条件？因为吼、哦，你若去阮遐个
所在，只要进入阮的迄个地区内底，你著看规排拢写着某某人关心你，吼、哦，田中镇长关心你，啊，啥物会关心你，啊，连便所嘛写关心你，拢总一条路短短一公里，拢总八十几支关心你。路顶嘛一支，啊，便所嘛一支，条嘛一支。你若看大大细细，拢写着彰化县长、田中镇长关心你，啊，关心遮济，啊，结果自杀的人煞愈来愈济。包括咱看到遮个代志，因的经费做伫倒位，做伫广告。咱冷静甲想落转来。台湾开始破病，我每一届那去甲家长咧讲话时阵，我甲侪侪朋友咧坐做伙，听着讲，哎、欸，咱的镇长袂歹呢，我讲是安怎？镇长吼，你甲看哦，伊，阮啥物人过身呢吼？哦，啊，就来甲阮点香哦，连馆长嘛来，佮送物件，佮送迄边啊来，佮替阮甲马英马先生讨一个背包啊。写骂先生安尼，甲讨来，你看，阮死一个阿公，遮尔啊伟大，全部拢知影阮阿公。啊，毋过我感觉迄无忌惮，因为我甲讲，哎、欸，敢若大家拢安尼呢？毋是敢若恁兜尔，敢若我看我规家路甲看了了，全部拢总是即种诶。安尼你敢有啥物稀罕？甚至佫一个，佫甲特别交代，伊讲，即个无共款哦。我即届吼，诶，完全是马英九亲手用手来写诶。我讲啊，你怎只衰去摕到伊诶？莫怪你是也是，但是伊迄张竟然出山了后，佫甲留咧。我毋知伊留迄张要创啥，还是后边因兜若故人安尼时阵要佫摕出来干？是咩呢？我感觉这是也是足悲哀诶代志。哦，伊讲安尼可能是后边因兜若人佫有代志的时阵，佫有人过往的，啊，迄张佫摕出来夹一遍，啊，大概就夹一夹，啊，名换掉就好啊。我讲伊的毛笔写落迄张敢遐价值，毋是，是因为台湾人已经互教育甲心内的尊严，互糟蹋甲已经无尊严，嘛无自尊，为倒开始为囡仔。学生的教育内底，咱会当看到讲，侪侪医生的囝，啥物人的囝，伊就是做着班长，啊无就做着干部。我用伫遮讲，我读册遮侪年内底，将来毋捌领过一项奖，将来毋捌领过一项奖哦。有全勤嘛领袂到，啊无讲有爱心奖嘛领袂到。镇长奖、县长奖，还拢卖讲。但是我感觉，迄个领到的人，拢什么型的人？因爸爸立委，因爸爸医生，因爸爸甲馆长真好，因爸爸甲什么人袂歹，拢遐人咧领，对头领袂。啊，我读遐侪年的册，尤其一届，我看到一个咧领爱心奖的，真欢喜，伊领到爱心奖，讲哦，竟然咧领到爱心奖，迄个是医生的囝。啊！毋过，伊拄领着爱心奖的时阵，行出门口，我看伊一只狗啊，甲踢落。伊讲甲挡，因为迄只狗啊吼，害伊徛梯尾，用要跋倒。安尼叫做爱心，啊，啥物爱心？我屁股较有爱心，啊，那迄个奖品那无给我。所以，直到我上尾一届机会，读到大学最后一年。我感觉足悲哀，我甲我同学讲，哦，我读遮久吼，拢总毋捌领过奖，啊无嘛领一个，互我看卖啊一个吼，我拢毋捌领过人颁发的奖品。我的同学，我嘛真趣味，伊想讲拢毋捌领过，我读十几年的册，拢毋捌领过奖，伊怎啊甲我伫无甲我通知的监控之下去做一个？不随地大小便奖，哇！我领到时阵，我感觉讲，老师嘛安尼叫我去上台领这个奖，叫我拿一张纸，叫做不随地大小便奖。
我讲你若要啥物种都拢有啊。但是我讲这意思是啥物？是咪看到咱台湾人为着奖品已经不择手段竞争，无去看到讲别人的需要也无，还是用着手段来开始一直竞争，一直糟蹋，让咱无背景的人拢唔敢领着奖品。这就是咱第一届，咱心内底所欠缺。咱若看到每一届，尤其我大概真爱讲起我咧做兵的时阵，我迄个做兵的时阵，你会发觉一点，不三时班长，伊就是用尽办法要消灭你的自尊，伊用尽办法要开始。对着你的尊严，把你糟蹋到，让你无法度去接应、适应，甚至人迄我看外国野战部队，每一届伊若是去操课，回来了后，因衫马上换一套真整齐，会当开始穿好势，吼、哦、啊，甲恁那个带啊开始出来甲人食饭，咱唔是操干呢垃圾里头啊，结果安尼。这个叫你背来背去，走来走去。我讲啊，你训练这要创啥？伊讲啊，兵哥吼，都爱对着伊的尊严隆重加以灭无。这是我因为我做辅导长吼，所以我看到伊这种教育嘛，叫我讲爱安尼加以凌迟。但是我看到这个主题，我凌迟袂落。我讲这拢我的同胞，这拢我的人，是安那咱就安尼互相糟蹋。也唔过。因这种情形之下，产生了什么状况？产生了每一届，然后暗会，然后什么会时阵，就开始影艺歌星拢会去阮迄个单位，开始闹军。讲出闹军其实是加忝的，大家是无闲个，足无闲的。我会记得有一位歌星，当我每一届看伊来的时阵，我捌一届甲伊讲，恁若来，我拢继续忝的，看希望恁莫来只闹军，迄根本就是零地人俩。因为恁若来，你有发现一个代志，阿边哥你甲招出来唱歌，招袂出来，你硬甲拖硬甲扭，伊感觉讲我的身份是真卑微，所以我无配伫徛伫台顶甲你唱歌。所以你硬甲扭，硬甲扭伊袂。尤其这个。兵啊，吼，阶级较低，国现他那讲戆兵啊，拄入伍嘿，拄入伍，伊就甲你探望，甲你剃好了，啊，然后甲你讲一寡讲，你就是干那打行，干那什么会，是不是两种？但是两种答案敢会当满足到你的疑问，无法度。也毋过有侪侪人，当我看到这件代志时阵，我捌亲手经过我的手。内底做出一个真错误，伫中华民国国军内底，这嘛是予我一直回想想起来，我就感觉真艰苦的代志。因为伫阮的领导阿兵哥内底有一位，伊甲女朋友发生唔系啥物安怎代志，然后伊就趁半暝时阵，怎摕面桶做掩护，安尼甲爬出油枪嘛。结果海湾的大队长去用记过一支，结果当然免三工，迄、那个兵啊就去用掠了回来。等伊用掠回来时阵，伊就甲我讲：“副老长，这个要严惩。”我讲好，好、哦、当然只要严惩。也唔过你知迄、那个国民党体制之下所写起来，迄、那个物件伊的罪证是写啥物？吸血逃亡。哎、欸，他请问？提名他咪吸血逃亡，结果伊个写吸血逃亡。我讲队长，这个严重哦，这个不是普通的哦，这个你要考虑看看。不管了，这个平常惹麻烦，哦，留在世上吃了米啦。啊，你知吸血逃亡的啊，边个来对？吸血逃亡是啥物严重犯？哦，死刑呢？因为伊个伫外口佫共偷摕物件，佫去甲人掳着伤，有伤害罪，结果去用抓着的时阵，迄大队长迄批文内底竟然写吸血逃亡，我看者较紧甲讲，伊无摕物件，伊敢若
结果阮大队长甲我讲，枪是不是蟹？我讲对。啊，脸盆是不是蟹？我讲那个不是，那个是金属盆。伊讲啊，打人会不会死？我讲也会，那就是蟹。我讲腰身啊，用讲吼，伊就安尼叫我硬甲盖过。我甲讲，迄是丝带脸盆，伊专去甲伊遐专盖做吸血逃亡。结果当我开始去予宪兵看掠锤当中，伊迄个眼神甲江国庆同款，伊感觉足冤枉诶。伊感觉讲，我都无安怎，我只是去共抢物件，吼，迄个人去跋倒，啊，迄个人嘛无死，安尼尔哪会阁死刑？但是上界恐怖的是，阮当甲伊要执行的时阵，阮去甲伊送，阮队长唔敢去，结果怎派阮，我带两个阿兵哥，若讲这个执行了，请你将伊的遗体甲送到伊的厝。当我看到迄个阿嬷，我甲讲，阮是恁孙仔的单位来的阿兵哥，伊还阁真好咧，甲阮请伊坐当中。我甲讲，唔免坐啊，阮实在真歹势，真对不起，因为恁的孙仔已经反旁的手啊。你看到迄个阿嬷，伊的爸爸妈妈咧哭哭无声，迄种情形之下，我感觉这个是我永远。一个心内底想讲，有一日我若会当平安退伍了后，我会当去加做一位律师，会使开始替台湾人做辩护。啊，毋过看到这个情形，咱嘛想到江国庆的案件，我相信因爸爸会甲叫做国庆，是因为伊要纪念着中华民国国庆。想讲我这个囡仔是要甲献哦，这个中华民国做国家，结果死在国庆日。你甲想台湾呐，遭遇着这种情形了后，你敢会快乐？也毋过，当伊发生这代志，有侪侪人拢开始讲讲，迄就是伊平常时做了无好，所以再放误会嘛，莫怪伊放误会嘛。欸，这句话敢会使安尼讲？平常时，伊拢讲记住，讲低者，讲难者。但是有一日，伊拿咧迄个，敢讲，这个人都爱死刑，唔是？也毋过，伫古早以前，咱嘛拢看到讲，有一位柯先生讲，法院是阮开的啦，无你是要安怎？咱台湾人敢永远就是徛伫这个角落，唔是？所以我今仔日。唔忙，听咱讲到这了后，我真期待咱回去开始，咱家族组要组织一个政府，诶，这个个要组政府这个态度，咱来个提出来。咱唔是无法度执政。我知讲咱古早开始，拢总去看到迄种武侠片，因为。你有望政府真爱放迄种武侠片予你看，拢甲你讲，就讲你敢知影中国人较早就是遮厉害，中国嘅功夫就是遮厉害，你甲看，跳去厝顶安尼跳落去哩啊，有够无？哦，啊，佮迄个伊嘅刀，你看一个人用拍刀几下个，伊用伫甚物所在？敢若用伫武力来，予你看甲讲，哦，中国人遐厉害，但是迄是伫电影内底。最近。伫网络内底，毛咧讲着讲，因迄只瓦良格号的航空母舰开始会使停飞机落去啊。但是，伊无了解讲，开始停飞机，我看真侪朋友拢甲我相争讲，你看，中国即马开始武力嘛真用啊，你看因的飞机开始会使停落，你看，佮用迄网络下载我看，也毋过，我看了我讲。这只人会怕你吼，会修正吼，这实在是好提去淡淡掉，是安怎？因为迄是该用转接的，该用转接。我讲你甲看，这只飞机是美国的，唔是迄只的哦。吼、哦，甚至伊嘛捌发射迄种捌下载迄种影片，我看短片，
讲你看人中国正嘛咧开始发射人造卫星，严过迄段我看了，我感觉足奇怪。都开始是建造，要开始升起的迄个当中是建造着因的中华民人民共和国国歌，但是到落尾怎变美国国歌？背到一半怎变作美国国歌？我讲安尼变安尼，安尼咱若较巧的人，咱就想有，就是去用接轨。好，咱去用接轨啊。等咱这个开始了后，咱要开始敲锤，台湾应该爱回归当来什么所在？第一，我唔忙咱台湾人开始爱尊重咱家己。台湾唔是路，唔是台湾讲台语。就是无水准，嘛不是讲读台语册就是方言，就是讲迄无知识的人咧读，唔是安尼，甚至唔是台湾的歌就是聋哦。所以你有发现到讲，我大概看到台湾会当唱的歌，拢予国民党开始用到真济真济迄种歌星。你敢知歌星有一届，伊嘛讲出个心声，讲阮先啊，大概要唱台语歌，那面真悲伤，无就是去予查某放杀，拢即两种诶。你甲看台语即马流行的歌内底，每一首若是爱情的歌，啊无就是真艰苦，啊无就是生活过袂过，敢无较快乐诶？哦，啊快乐出旁，即首我嘛感觉真趣味。伫阮迄时阵诶。阮隔壁，大家头壳已经唔知火气啊是安怎？伫顶个月，因开始有一个人要老阿妈过往去，啊，咱拢有一个习惯，去请迄个电子琴。我咪讲说无好还是好，我只是感觉讲足奇怪。迄人死去就可以安安静静，可以安休就好啊。但是伊今仔日开始，迄电子琴我感觉嘛。赛狗的时阵，伊就用迄足大声的麦克风啊，开始就哭出来。哭什么款？哭我好困，要离开啊！唱甲规条街拢对咧流目屎。你迄个闽南岛的人，啊，毋过你听咧唱，你会感觉足那只悲伤。但是佮唱甲超两分，超一时啊，尔马上有人出来甲伊讲讲。稍等嘞，稍等嘞，迄毋是咧靠靠翁，迄阿公死去，迄是阿嬷死去的，毋是五军。我讲哦，歹势歹势，安尼我阁点靠。我感觉讲，即种文化是安怎那会当，互咱台湾人拢会去接受。所以有真侪伫即个场面内底，大家所看到的，拢无去思考讲，即敢有符合着咱的文化。这敢好，这敢台湾人要爱的物件，唔是，按古咱拢未去甲讲，阿歹势你这卖，唔免。所以，佫侪侪人上届有法度的人，看每一届，那这个市场真奇怪，因规工规个人都是拢去哄，安尼那像去哦，迄个会晓的人啊拖咧壳壳西，念伊就烧偌济钱，念伊就烧啥物物件，念伊念啥物经啊，哦，迄是规矩非常的多，快乐出旁，伫遮嘛捌唱过，我感觉这是真拄好。啊，毋过，当一个家族内底，咱开始要去一个过往，咱的心情是何等的哀伤。啊，毋过，每一个家族，每一个遗族内底，拢总是去研究讲，要待到倒位较好。要安那台较会当顺势，甚至我一届看到因咧冤家当中，才知讲因是为着啥物冤家，为着因这个妈妈吼，这个阿公也是迄、那个，迄头要挖一边安尼袂使哩。我讲啊，迄挖大一边干有啥物遐要紧？伊讲这个人吼，若挖一边就是较照顾一边，啊，若挖一边就较照顾一边。我感觉这个思想实在是予人。真奇怪，甚至咱敢袂去思考讲，这个妈妈已经遮济岁啊，已经煞了世间的劳苦，咱敢袂予伊休困？
是安那为出世甲你照顾，啊照顾甲老，啊老死去着佫甲你保庇，啊你毋着互伊安尼一直操落去，拢总无互伊休困的时间，你敢袂？咱用一个角度来佫想，那佫娶某的时阵，我嘛捌拄过迄些是足无配合，因为国民党甲咱讲，这就是咱台湾人。当我咧看出的时阵，一个像迄中国六支那人，伊甲讲没办法，这是你们台湾人啊。迄个时讲起来嘛是足奇怪的状况。人咧娶某开始食饭，结果有一个人讲是新郎的好朋友，特别因可能常常拢咧唱歌，伫咱的台语歌内底，拢总你若用台语发音的，拢总是敢若鼻尖，啊无就是放屎的。结果，迄个朋友是人，迄个娶某结婚，伊跳去车顶，甲讲：我要唱一首我平常时甲新郎上马子常常咧唱的，就是啥物歌？爱情啊对人走。哇！啊，伊佫唱到了，唱到了时阵，讲哈哈，咱若唱这种爱情啊对人走，啊人今日结婚咧唱这个物件。啊，过来，佫一个佫去哩，佫唱嫁唔着人。啊，佫上尾一个新娘的好朋友，哦，迄嘛常常咧唱歌，讲归去刷刷去，我这首要看，我讲这人迄是咧，这敢是咱的文化？唔是，这是吼，啊，毋过当伊安尼唱甲真欢喜的时阵，伊拢袂感觉家己唔对。落尾，当大家饮酒了后，饮甲大家真欢喜。结果有人去唱一首《酒后的心声》，我讲奇怪，安那拢传一挂这种，较唱的这种诶。我就是讲，迄会真快乐，啊，想袂到应该《酒后的心声》啊，我迄歌词嘛无快乐呢，敢那愈来愈悲情。啊，人今年就是新郎新娘咧欢喜，啊，你讲唱一挂这物件出来，咱的感想唔知啥物款，所以当较看到咱台湾种种侪侪的现象。咱敢捌去欣赏到，伫咱台湾嘛有足水的歌。伫咱台湾，感觉讲这个歌曲，你听起来的感受讲啊，迄无水准。我来甲恁讲，伫东部吼，东埔迄个所在，因讲我伫迄个所在，甲当地的这个高山朋友。因讲是真做真好的朋友，因为我看到因的生活，我感觉因的生活内底比咱较文明，比咱较有水准。伫因的部落内底，因捌一届有讲到讲，真骄傲讲，我们的部落里面没有人饿死。我听到这句话，佮现在比较到咱即卖的情形，咱的感想，你想会感觉？我说、啊、你们不会饿死，那你们如果没有东西吃怎么办？他说不会，我们有一个活动都叫做巴拉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吗？巴拉棒就是他们的守望相助，他们打来的东西、啊、开始一户一户这样分、啊、开始如果抓到山顶、啊、就大家去分一条这样回去吃、啊、大家就快乐欢喜唱歌。我们说他们没水准吗？我先给咱听一首，这首是我伫遐一直足非常爱听的一首曲。当因咧唱的当中，我唔捌去甲注意听过，要唔过当有一日去甲吹出来，我感觉因的歌声演讲是真好。咱来听这首《台湾妈妈》这首的歌曲，这是东部国小的朋友吼，我等下再来介绍讲因的生活是虾米款。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顺便买礼物给我，我更想要爸爸。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顺便买礼物给我，
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很好。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我也想要电脑，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你还多
这首歌听吼，是差不多二十年前，因咧练习的当中，无意中，我时阵拄啊买着一台 V 八，啊，当啊想讲唔知要翕啥，怎乌白甲翕，乌白甲摄影，啊开始翕翕翕。迄个时阵拢无感觉啥物款，也毋过等到有一日经过二十年后，我甲捏出来，我较紧甲找这个吼，迄个马校长，我讲马校长，我有一段，我有一段影片要互你看，你毋知啥物感想。等我寄好的时阵，伊目屎怎啊流出来？伊讲，哇，这安尼遮久拢毋捌去看过，啊，竟然是久，久安尼会当去听过一届，嘛，反动。当者去思考着，去回忆回忆，当时当因迄个部落开始规工就是咧练唱歌，你敢知讲因逐日唱歌，伊毋是食饱营养咧唱歌，因是因为腹肚枵。当迄个囡仔放学回去了后，规厝内底爸爸妈妈有诶去做工课无倒来，有诶去创啥拢无倒来，甚至有诶已经啉酒醉，无咧插伊诶。但是这些囡仔拢伫学校当补国小，然后我看因每届若放学放学了后，这个校长拢看到遐囡仔排书包，看无人就出来乱乱踅，就规个啊，伊一段一条街尔，你要乌白走嘛走无路，所以校长就讲，无咱卖浪费这个时间，开始组织啊，开始伫遐训练。有诶爸爸妈妈还佫认为讲，你干练唱歌是要创啥？敢有效？也毋过，这个校长马校长，伊怎啊开始讲无要紧，咱来唱看呢？所以，伊伫每一工下昼傍晚开始训练，每一个礼拜六下昼就开始训练，礼拜日嘛训练。伫礼拜日做礼拜了后，吼，因是爱过一个聚会，吼，就是爱做一个礼拜啊下昼，就开始过训练。等于那一日一日哩训练来讲。我伫遐看到，我感觉讲，哦，这是啥物歌声？因为我嘛未晓去欣赏。当有一日，有到阿扁总统2000年就职迄年，因真无容易，全去用邀请讲，啊，无咱来去献唱。当因规整去用献去用邀请去献唱的时阵。这群小朋友讲：“哦，我们可以去总统府唱歌。”因迄时阵的心情是真欢喜，因想无想到讲啊，唱唱的就好啊嘞吼。啊，不过当有迄天唱了后，回去，因过差不多两三礼拜，接到一张文，就是美国白宫发出来邀请函，甲伊讲。是咪会当请恁个合唱团来阮个白宫献唱？因大家喘一条讲，当想影无？理会全部拢解出。我嘛替因真欢喜，讲奇怪，因哪发大呢？啊是啥物原因？才知影讲阿扁总统上集有真济国家元首去遐听咱唱歌了后，等于就甲克林顿总统讲啊，你吼会遗憾呐。若无来个台湾听到八波的合声，实在讲诶，你无了解到全世界上水的音乐，干那讲着一句话尔。克林顿总统想讲，我吼，逐项会使输人，即项可能袂使输人。我美国总统呢，是安怎？大家连迄细细国家迄有连读起来的名都毋知要哪念的名？都会使去听啊？是安怎？我当当一个美国总统，无法度欣赏着。无要紧，我甲邀请来。当因开始去练习，搁再练习。迄届，我看到因规整条的合作，迄种欢喜，我感觉会真欣赏因。我甲因讲，我毋知使对恁去唱未？因为因是儿童吼，啊，我是已经差不多20多出头岁啊，吼，20成年啊。伊讲。老师不行，因为你咪烦啊，你不是烦啊。我听一下讲，哇，恁有史以来做这种烦啊，做到这尼啊，骄傲吼，袂歹。好，恁去美国唱，结果因就去到美国唱，
在这个里面，美国白宫和克林顿夫人希拉瑞他们唱了，他们在现场的当中，美国总统那个夫人，那个克林顿夫人给他问说，请问哦，这有影真正好听。恁这个团体拢总一年国家半偌济经费甲你训练，结果遐囡仔戆戆，没有，专家讲没有，佮讲无呢，还讲啊恁无哦，啊无奈我大唱甲遮水，伊专家讲啊无安尼好无，拢留到我美国，我甲恁栽培。结果有一个胖胖的那个囡仔嘛，直直啦吼，伊马上甲伊讲，伊讲为什么我们台湾优秀的人才都来到美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自己家乡唱歌？我不要来美国，我要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要在我家乡唱歌。你知道这句话讲出来，那翻译甲目屎流出来，甲伊回失礼。克林顿夫人甲伊讲：“真歹势，我袂当将恁国家遮尔水的物件摕来变作阮的。”因安尼转来，我嘛分享着，听因足济足济，大家拢在甲我讲这个代志。我听了也是感觉讲，咱台湾敢真正遮歹。好，OK，好，我记哈。阿给，无咱甲关起来好。阿给，无先甲断了好。你想讲奇怪，伫咱台湾这个所在，敢真正遮尔啊无好？也毋过，伫外国人看到咱这个代志了后，因开始去参加足侪比赛，因开始知影讲，咱的歌声终于有人甲咱肯定。了后无偌久。因去参加台北市的比赛，结果无得奖。无得奖了后，因迄个马校长甲讲无要紧，我们去菲律宾、去泰国比赛。因家己倾钱了后，转去菲律宾比赛。你敢知迄届伫菲律宾比赛时阵，因是啥物情形？因就是开始比的时阵，是得咱家己台湾先比一遍，然后才派出去。想袂到。因在台湾的秘书无迄个参赛权，无迄个推荐的权利，但是因立马转组团去甲报名落去。想袂到，当因去甲菲律宾迄个所在，嘛去拄到台北市立的儿童合唱团。你来看到遮，当你甲因讲的当中，伊讲老师，他在台湾。都比我们厉害，我们可能赢他吗？因开始自尊已经去用你糟蹋，你用说，因为遐个台北，咱台湾去遮台北市儿童合唱团遮人，你笑遮囡仔讲啊，哪有人唱歌无穿鞋啊？因拢无穿拖，拢脱只脚，啊穿迄奇装异服，啊就要来唱。我知影讲。当咱台湾人是安那要糟蹋家己的台湾人，也毋过真欢喜，因抽到是上尾啊一个比赛，上尾。当伊落尾，即个评审已经评分到目台湾独孤的时阵，因的校长怎啊甲讲：我们不要怕，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只要把玉山的声音唱给他们听。就好了。所以当因唱出迄个刹那，全部我看伊评审大拢精神起来。伊讲这是倒位的歌声，啊，听伊甲伊讲，迄拢免比，直接第一名。我看着这个情形，讲这是咱台湾啊，这就是咱台湾的物件。也毋过经过遮侪年，我当年拢会真爱意爱去甲因迄个部落甲因做伙。但是每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我说啊，什么人，什么现在过了什么款，啊，什么人现在怎么样了？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这个人没有用了。我说为什么？他已经吸毒被抓走了。我说啊，他
怎么会去走这条路？伊讲很多因素，反正嘛讲袂清楚。所以你若看到这个所在，准讲咱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该也当栽培。我相信全世界拢会知咱有一个所在叫做台湾。今仔日伫遮台湾政府嘛将要接到政权。今仔日毋是要开始讲到咱接政权了后要来做啥做啥，是咱有这个权柄的时阵，你要去维持世界公认的真理，因为这个真理才会当改变到咱目前的事实，才会当改变咱目前真侪无平等。咱台湾唔通过去互糟蹋，唔通过去互认为讲恁这个是无水准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出来。咱这个歌声春春脆脆，就是对咱台湾出来，无经过加工，嘛拢无经过训练，竟然会当唱到遮水。而且，咱会当看到别个国家，有一个国家叫做纽西兰、甲澳大利亚这个所在。当因这个所在伫差不多近200年前，这个所在你可能袂去。因为遐拢总是英国的犯人，那犯罪了后，拢怎甲送对迄个所在，互恁家己去自生自灭。反正恁会死的，我搞无关系。伊独独敢那予伊一个物件，要去遐，甲放对遐去的人，敢那一项，送伊一本圣经。我看这个元素，因的典故了后，因开始。是讲安都无代志，罔读咧。读到落尾，因伫这个纽西兰迄个所在基督城，第一个伫遐开始犯人的聚会，一个叫做阿里斯，伊开始真勇敢起来讲，咱来到这个所在，毋是罪人，嘛毋是放弃的人，咱会当彼岸重生。伊第一个讲题就是甲大家分享。过来那边了后，咱要顶头生，彼岸重生。所以应该迄个城市叫做基督城。咱若看到咱台湾，原底即原本就是拢咱的，是安怎一个外来政权来到咱遮，甲咱讲，恁就是无水准的，恁就是无符合世界潮流，恁就是无知识。若讲到中国的知识，我感觉实在是。真弱！中国人伊所有的头壳内底，那会当带物件，只是背物件尔。遐个尸骨，遐个种种一切一切，拢总是咧背啥物货？背《论语》，背一寡即种物件，对着咱够帮助。甚至予咱读了后，这个尸骨带来的是死亡。你若看到即马囡仔。开始拢咧背这个读经班，咱拢会当了解。这个读经班，敢真正把这个字读对囡仔心内底。哦，我刚看到一个迄国小二年的查某的，咧背《百孝经》内底一句，我听着一句，我讲咧背着啥？讲背着，对公婆要孝顺。我讲奇怪，啊，你才二年尔，你背这個，你敢知意思？但是一背从哦，作者作者拢甲背起来。公婆要孝顺，我讲你敢知啥物叫做公婆？伊甲回答讲，是咪阿公阿妈？我讲对，哪里就对啊？我讲这根本就是你对字句内底，你袂当体会到讲啥物叫做生命意义。伊拢互你用着字，藏伫咱的心内底，咱拢看你表现。咱嘛看到一个广告。咱家一直去责怪别人，讲你哪不爱安尼，你哪不爱安尼。伊家己回答讲：啊，我着脚麻，毋是歪走啊，脚麻要行。所以伫咱台湾，今仔日毋是要开始去责怪别人。我感觉读到中国思想的人，迄个头壳全部拢指责别人，为小甲大。
咱若看到咱的政体、政府官员，我捌甲统计过，那每一届一个代志发生，拢总有90%，拢咧讨论讲这食唔对，无人想讲要哪解决。像最近台中发现了发生到一个冬瓜飘啊，这个代志，咱知影这啥物人啦吼？伊咧选举的时阵，迄种霸气，还是互人看到感觉讲，这敢会当？讲这是啥物款的人员？这敢会使做官员？等伊当选的时阵，我看伊伫竞选总部遐开始，人4点封箱，伊4:05要宣布当选。注意哦，4点封箱收起来，伊4:05就讲我要来宣布当选。啊，人家问讲，啊，你哪知你会当选？伊讲伊真知影，我开偌济落。所以这物件敢会当正常？实在台湾若要有一个觉醒，咱来重新去思考讲，咱过来接政权的时阵，千万唔通防怪去。我知影伫咱的当心内底，信心若无够的时阵，人也甲你讲，像你即行的变啊接政权，咱就退步，咱就惊吓。咱真勇敢甲伊讲，我有信心会当做甲真好，因为伫我的家庭经营了真好，我用着经营我家庭的态度，我用着经营所有面对我做生意的态度。我用着我真诚实的态度，我相信台湾伫我的政权宽便服我了后，我会当予这个世界，予咱的台湾更加好。大家三听，你有看到中国的政权若摕到一个人的手，伊拢无咧讲到三听这个问题，拢感觉讲因家己好就好啊。你若看到咱台湾最侪咧求佛、咧所求的人，将来唔爱咧求讲家己的国家，将来唔爱咧求讲咱的国家要安怎？大家拢是开始去求的物件。我若看到阮隔壁迄大概那咧普渡咧求，就是求因大汉后生、第二后生、第三后生，求甲规家伙啊拢总平安平静，大赚钱了后，佫来落尾，连啥物嘛咧求，连因家的精神啊，佫一个六畜兴旺嘛咧求，连精神啊嘛好，等于所有的好处拢要集中伫因家就好啊，其他拢无要紧。你想安尼起来了后，咱的政府、咱的人民会产生了恶性的循环。咱无自尊，就是认为古早老师拢甲咱教讲，咱是要争做一个伟大的什么人、什么人。那讲到这个愿望，我的志愿，我看到真侪同学拢写着讲，我也该要做一个医生，我也该要做一个科学家。我时阵真光明，甲写讲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我唔知道要做啥。我想讲，我若做一个有用的就好啊，我卖红。从安尼，和社会成本消耗啊，有路用的就好啊。所以，我希望今日台湾政府者的同心，咱会当三脚拍拼。希望伫咱大家手牵手内底，咱内底无人竞争，咱干一个目标，就是要让台湾更加好。希望伫咱这三天的训练分享。大家情感会愈加添，咱的气力摆当愈侪。希望等伊到咱厝内底，会当将这个消息，予你的厝边隔壁，报予你的朋友，予伊知影讲台湾五万已经到位啊。今仔日咱上课到遮，谢谢。加克力，加力。各位新车子，各位学员，有上过高级班的啊，这次是来这边补初级。